打不了，我想打他。妈妈给娟娟报仇。好，给娟娟报仇。哎哎哎哎！我太难了。怎么一个图死个两三次？哎，我感觉还不吓，不是挺吓人的啊、哦。没有那个什么，没有那个什么地下河那种吓人。没事，等一会儿有你想要的那种，我们去玩玉吧。那个估计吓得默默再也不想玩恐怖地图了。Nice。你们怎么？来，你们两个猜。我没有猜。来，好，这次肯定是我赢。又我赢了。哦哦哦，输了。好，好，我们三个保护你。会紧跟在你后边的，我会给你撞男的、啊、我不想他们两个站那么远、哎哎、来了来了来了你跑得也太快了吧是假的吗？你不是要跟在我后面吗？我太难了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这哪是什么鬼呀、啊、多可爱呢。可爱吗？很可爱。喂喂喂，怎么样？这也还好，也还好，没那么可爱啊，不是，没那么吓人。这是推箱子吗？我都推了，你觉得吗？你们这谁来推？来，谁来下一个？感冒啥？这个不会推错了吧？感冒了。不会吧？直走就行了，这没有其他路了呀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解密了，没有什么吓人的地方。这个应该很通关，很容易吧？看看写的啥？哦，这里有个字条。雪崩要出来了，危险！没事，哎、快跑！咦咦！哎，你要干啥？哇，他长得好像《进击巨人》里边那个侏儒啊，就是那种，就是有点像那种小孩的那种。应该没高了。他说小孩子，等会儿人家一刀就给你没了，不趁一剪梅。走。哎，什么东西掉下去了？大猫在拉粑粑。推箱子，推箱子，推到那个红色的上面，你们去吧。能不能让我先按它上去？等我一下，你过来，你上来。完了，我们俩。你行不行呀、啊？快跑！哎，我来。我来。那是推第二个箱子，快点推第二个，推第二个。第二个在哪儿？后面，我看到了。我看到了。这是一只猪吗？一家猪长这样，日本的猪吧？我不是的猪。哎，你在干嘛？你在害死大猫。好的。还有吗？哎，快点！快走！等我啊，我在马拉松。好。哎 ，later。卷卷死了吧？卷卷死了。对，我死了。那换图吧。那只能换图了。对。我刚下来，大猫大猫，这个时候来一个给娟娟报仇的这种，打不了，我想打他。大猫给娟娟报仇，好，给娟娟报仇。